对，在杭州你能干嘛呀？我就想跟亮亮在一起。不用干是不是？啊？我就想跟亮亮在一起。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对吧？你妈妈一个人在家里，你回去。现在什么情况？你这样子，丢不丢人？我不丢你的人。龙花，这是家里的人，你不知道啊？那你出去不要说有我这个人不就好了吗？我跟你讲，人家现在有工作，你不要打扰人家工作干嘛的？我不打扰他工作，行不行？你给我老老实实的，给我买个车票，要么晚上回来，明天早上给我回来。我不打扰他直播，行不行？那你给我现在找个地方休息去。你现在不要在这里闹好吧？要不你在这，不要给我在这犟嘴。你不要让我骂难听话，我跟你讲啊。不等你等一下回去又挨打。就等一下打死我。你现在不怕了是吧？不怕了。搞什么东西都不知道，一天到晚。不，那个大神，我就那个了，要不你跟他说一下，我们现在他一定要跟在我们这边，我们就只能让他举牌子了。今天人家答应过人家要卖货的，直播间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都想要那些好的货什么什么的。你现在这样子一搞，你妹妹这样子一搞，真的人家。我跟你讲，对，不买不了了都。你不要把脸给我丢到网上去啊！我们现在在直播，然后他非得过来这里闹。早上又给我送花表白什么、啊、我都说了，我不是说大神，不是说你妹妹不好、哦、你一个女孩子你还跑过去跟人家表白，哎，你连脸都不要了是吧？现在是真的，大神，我不是说你妹妹如花不好，我只是说她不要跑到这里闹事，对吧？我们从小关系这么好，你也不要去打她或者怎么样，但是你得说一下如花，对不对？你晚上不能这么闹了，白天就在这里闹，要不晚上他一定要在这里就让他那个举牌子。他是不是已经闹了你很久了？已经闹了很久了。前两天不说就算了，明明知道今天早上我们要直播，今天要直播，他还跑过来这样子。如花呢？如花，你过来，你跟你哥说两句，真的好好说好吧。你让他过来接电话。你接个电话，你跟你说，那个我跟你讲，你现在不接都。等你回来，你跟你讲，哎，我有你好受的，听到没？你不要惹你哥生气，不要惹你哥生气，他有什么好气的？你不要气的，我到时候过去把你抓回来啊、哦！要么他明天过来，我叫你哥明天过来，不要过来，我看你就没有这么好收场了。你是不是不回来？不回来，我说多少遍，不回来。好，你就嘴巴在那犟好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就嘴巴在那犟。要不你明天过来一趟。如果你连一个女孩子基本的尊严都没有了，哎，你就死在杭州好了。那我就死杭州，你不要管我啊。我跟你讲，我是你哥，我管你。如果我受别人。不要你管，行不行？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在那跟我犟嘴。像点女孩子的样子。不。那个大神，我跟你说一下，如花你也过来，就是你要在这，不要闹可以，要不你就举牌子。那个姐，那个牌子拿过来，要不让他举牌子好了。我现在人不在，你给我好好听阿亮的话。你举牌子也不举正一点。举正一点，要我教你吗？你吵什么？你看，不要吵，你不要顶嘴。等一下我叫你哥明天把你拉回去。对你好好举牌，要不你还得挨抽，你看对吧？对。来看一下这个，每个后面都有字的，你看，祥龙送福，而且学业进步，哇，吉祥如意，平安喜乐，富贵安康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不好看？这个红包前面都是这种小龙人，过年的时候给家里那些小朋友发红包，我的妈呀！你想一下，他拿到这个红包是不是很开心？对，总共几个？一包里面有一二六个，一包有六个，六个，我们是两包是吧？一共是四包，四包，24个红包，是小龙人的红包，龙年嘛，啊，龙年啊，来祝大家龙年发大财啊！完了再加几个这个吧，窗贴，这个大家都用得着，很喜庆，贴到窗户上呀，啊，贴到屋里面那个墙上都很好看的，对，招财进宝的一个窗贴啊，寓意着大家来年财源滚滚啊，好看，先好看，对，多少价格吗？来，直接说，这个红包呢，一包一个是按1块钱，一包是六个，4×6=24是。6个24块钱，对吧？对的，算账24块钱。然后这个是几对？这个是10个门贴，哦，10个门贴就是5对，一对是5块钱。好看就是好看的。
5块钱。那加起来多少钱了？25，25再加上那个24，一共是40-50块钱。这样吧，开播福利直接炸。这直接炸吧，我们心情不好，优惠价格9.99上链接，直接9.99上链接，24个小龙人的红包上链接，对啊，都说是福利了，9.99，嗯，对对，这个红包大家去抢好吧，对，大家去抢，然后那个是24个小红包，还上这个窗贴，对，然后今天大家看到那个姐姐超市里面有任何东西，对吧？所有的东西你们看到的打在公屏上，要什么我们都给你们上，对的，好不好？包括我们一些过年的礼盒呀、牛奶呀、油啊、米面粮油都有的，通通给大家安排上，好不好？对对，这个红包让大家去抢吧，再给大家来个别的吧，行不行？可以，来纸巾有没有想要？龙花，你举牌子好好举，好吧？就好好举，好好举，要不你还得回去，你看。来给大家来个纸巾吧，纸巾是不是也是家公？对，纸巾，纸巾大家要不要？要的我们在公屏上扣个要，好不好？纸巾。全民打要啊，看到了都给大家买上来。纸巾是吧？对，纸巾。啊，纸巾的话也炸一波福利。也给大家炸一波福利，行不行？对对。来来，桌子推过来啊。好的。行行。来桌子推过来，给大家来一个大牌子吧，好不好？啊。这个是丝飘的云柔系列的啊。云柔系列。一包里面有65收，四层加厚。一包65收，你这里还有，这里是多少钱一包？这个价格。4.5一包，来。四块五一包是吧？这个是4.5一包。对，4.5一包。啊，这个云柔系列，我们先那个也炸个福利好吗？2包、3包，没事拿。3包、4包、5包。5包了，6包。来。7包。8包。9包。10包。还拿11包、12包，那这上面的都拿空了，12包，对，拿空了好看一点。去超市买，要不要50块钱？要。今天这样吧，50都不要了，行不行？来，直接12.9块钱上车，12.9，划1块钱一包，给不给力？给不给力？给力了，我们扣不给力，好不好？100单。但是我想更给力一点。怎么个更给力吧？9.9，好吧。100单上。3、2、1，上链接。9.9啊，本来4.5一包的10包就是45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们今天9.9直接这么多纸巾啊，然后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纸巾的一个细节，因为我们不是说价格便宜去拍它，是的，对不对？而是这个纸巾的话，我们前面也看过，这个纸巾是带这种花纹的啊，而且这个很柔软，很柔软的一个纸巾，很亲肤柔软啊。对，不管是做餐巾纸还是干嘛，对不对？都是很好的，很好用啊！我让大家看一下，9.9，12包，一包划了多少钱？一包划了8毛，8毛钱，8毛。你看，像这种小包的、清风的这种小手帕纸，一包要不要1块？这种就是1块钱到去买。哎，你来对比一下，这么大的一包，我的个妈呀，顶着它10个了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今天划8毛钱一包啊，姐妹们拼手速啊！9.9的，对，100单，65抽，100单，只有100单啊。只有100单，谁抢到是谁的。因为纸巾，说实话，每天1年365天，天天都得用。对对对，天天得上厕所吧。对对对。吃完饭得擦嘴吧。对。是的。有的时候得用纸吧，出门在外得装包里吧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去超市买，它就是4.5一包的。但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是直接9.9，12包，12包，让大家省钱了，特别的厚。对对对，还有什么福利吗？还有，来走吧，给大家炸别的。这个纸巾呢，放在那个下面，大家去抢哦，9.9，12包大的纸巾啊。今天大家看到超市里面，烧水壶啊，大家可以去抢一下啊，免费参与。上面那个福袋里有个烧水壶啊，大家去抢。好好举，淑花。来给大家来一个这个吧，洗衣凝珠要不要？要的要的。洗衣凝珠秋冬季节的话用的话是比较方便的，直接丢一个就可以了啊。对对对，这个是奥妙，这个是立白，这个什么小苏兰我也没听过的，要不拿立白吧？立白可以，立白是台湾的啊，直接拿。真的，再拿一盒呗，再拿。往后站一下，很好听的啊，下去了。是的，对，立白大家听过这个品牌没有？听过了我们大伙听过。立白的话，我从小时候我就听过，那个什么陈佩斯还是谁代言的？陈佩斯啊，代言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洗衣凝珠啊，凝珠啊，能不能拆开给大家？洗个7到8件衣服，丢一颗就可以了啊，避免你平时你比如说你倒多了或者用多了浪费啊，真的。确实。是的。这个是浓缩型，一盒里面3-4颗。男人不知道放多少洗衣液的，放一颗就行了。你举牌，你别瞪。不要瞪得开心一点，举牌子，对不对？搞得直播间气氛都不好了。真的，你用中都见的你又想哭又想笑，真的没办法。洗衣凝珠，就平时那个洗衣粉跟洗衣液，是不是倒出来就是那个不知道倒多少去洗衣服，对不对？对，洗衣液的话，咱们真的没有办法呀。这个也是很清香的，对不对？这个的话只能放一个就行了，放一颗。香味，一盒里面34颗，48小时留香，10倍洁净的，里面添加柔顺剂的啊，柔软蓬松的啊。
一盒在超市里面是卖到48.8的，对，48.8，48.8，对。啊，那这里面不是有这个？这个是小瓶的，这个小瓶的是吧？小瓶的，平时比如说出门在外，我拿过来，拿过来。旅游的话可以用，比较方便，非常好。对，小样的，这也是立白的，立白的。哎呀，咱们就是先那个说嘛，直接这样吧，你看，四大盒，一盒48.8，四盒差不多200块钱了，对吧？差不多200块钱。这样吧，直接给大家破价，好不好？直接涨幅的，好吧？直接加上小的一瓶还卖到6.9的，你们来看一下是不是6.9？今天直接给大家破价，99块钱带走四大盒带四小瓶，来直接。给大家上个100单，要不这样姐这样吧，要不就这样，咱们拼手速。就直播间现在多少人？5万多人是吧？3万8千，我们拼手速就上50单，你看行不行？可以，就50单。我说一个，咱们各退一步啊。我说一个价格，然后大家去抢好吧？50单，这一盒48，加起来差不多200，再加这个的话，200多块钱。200多。啊，你说99，我已经觉得很便宜。李白的大牌子。大牌子。对对，今天要不直接59.9上50单，好吧？3、2、1，上链接，就50单嘛，你不要瞪着我。59.9，啊，叔叔阿姨，真的见了。一瓶花了多少钱？真的是，一瓶花了7-8块。一个才7-8块钱。我的个娘嘞！这个是洗衣凝珠，34盒，4盒是。而且它那个的话是不用撕开的，你直接放在那个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。不用那个，不用担心，这叫弄到手啊什么什么的那种，不用担心啊，它直接放一颗就对了。对，因为雍州是用过这个的，我是用过的，因为我现在还用，之前我去年开始用的，厉害啊，到现在还在用，是非常好用的，这种非常的。对，大家就听数数啊，50单，然后的话，对，来给我姐弄点热水啊，嗓子不舒服，嗓子不舒服，给我们也弄一点呗，好的，谢谢，这个洗衣凝珠就是大家洗衣服，平时大概7-8件衣服，你放一颗就够了。如果10多件衣服的话，你就放2颗。这一盒里面是那个34个，你可以洗34次衣服，对不对？对，34次衣服。而且今天59.9，一盒可以洗7到8件，有的可以洗10件衣服，相当于这么多100多个可以洗2000多件衣服了。2000多件衣服，半年是不是？我们不说多少件，我们洗多少次，一盒洗34次。你每天洗一次的话，你就能洗一个多月。对，一个多月。四盒的话，你差不多就能洗4个多月。四盒其实也不可能每天都洗衣服吧，是不是？可能洗个半年了。这一盒加上这小样的话，就是相当于这2块钱，相当于就这2个掏钱了。啊，这三个再加这三个小的都没给钱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想一下，咱平时去逛超市，人家给你便宜1分钱吗？你要跟人家要一个购物袋都得掏2毛，少那2毛都不行，真的少跟人家1分钱都得把你给捆出去。那你们冷静着。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，直接59块钱给大家破价，4大盒4小瓶，真的很划算。阿三给你们保证正品，对不对？对，只有50单，只有多少单呢？已经拍完了，已经拍完了，没了。关键是这个价位太划算了，真的是没有了啊，真的非常划算，没了，确实很划算。一盒加一个小样的话，就相当于你不要在那里敲，你敲那个牌子干嘛？他们两家可以带走那么多，真的是举牌子的机会都不好好珍惜。对，能不能那个俺那个白毛老弟呢，让白毛老弟把他带走？我给你示范一下怎么举，他老帅，你进来一点嘛，你就不来，不要你吃了，谢谢你，不要这个态度好吧？我叫你举牌子就好好举牌子，不然我叫你哥把你明天接回去。来教一下家人们怎么下单吧。可以，先上一波再教家人。再上一波，50单已经没有了。上10秒钟教一下怎么下单。好的，来，3、2、1，上链接。洗衣凝珠，立白的洗衣凝珠，大牌子啊，立白不伤手。家人们怎么下单？随便手洗、机洗、老公洗，谁洗都可以啊。就下单。好，看一下，点击购买。然后这边输入自己的，小哥不给力，还是我来吧。小哥，我来。我来一个说话流畅。我来。啊，谁教一下？教一下怎么下单？老弟呀，怪不得没有女朋友，这家给你介绍个，你废话不说两句能行吗？点击这个购买，然后点击之后，在这个上方。填写自己的姓名、电话和地址。对啊。填写之后，在这里提交订单。提交订单之后，填写自己的6位数小秘密，在家里就可以坐等收货了。很方便啊，这个真的是很方便，洗个10件衣服就丢一盒就可以了，好吧？来，走了。确实。看一下，上个别的。就今天是在那个姐姐的大超市里面，我们可以转一下，里面是什么东西都有。然后的话，大家想，你站在这不走是吧？那就不要举了。不走。
来看一下，还需要什么？还需要什么？这个湿巾啊，包括牛奶啊，包括牙膏、牙膏、牙刷、洗发水都有。来，牙膏是不是也得囤？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刷牙，对对，早上得刷牙，晚上得刷牙。我们照一下，照一下，照一下，看直播间的哥姐姐，你们要什么牙膏？这里有那个舒仕达的，有黑人的，有这个云南白药的啊，还有这个比较贵的这个云南三七啊，你们看一下要什么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，你们把这个要的这个牙膏扣在公屏上，我们今天给你们搞一波福利，好吧？对，啊，车子推过来。好的。来，这样吧，咱也不用那啥了。啊。云南白药毋庸置疑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先给大家来个云南白药吧。云南白药是不是？要不要云南白药？今天实现大家用云南白药自由，行不行？来，先给大家来一个云南白药的新款福娃款，这个是云南白药。都说云南白药。2024年的限定款，纸盒包装，外包装是这种福娃款。啊。很方便，这个是多少钱？何姐，36.8，36.8是吧？是这个36.8，这个其实是，应该是新年限定的这个。新年限定款啊，你看这个是护银的，来一支护银的，来再来一支，这个是清新的。啊，那我们这多拿点嘛，是吧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去渍的，再来一个抗敏敏的，行不行？啊，什么类型的我们都拿一点，美美白白的，好不好？云南白药。我们的牙齿一年四季会遇到很多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对。这4支是一共加起来3×40，4×6=24，是不是140多块钱了？对对对。140多块钱，其实你去超市买的就是这个价位啊。啊，一盒差不多，我们就按30算吧，你36。36对不对？36，四盒的话就120。完了之后，我今天再给大家再加一个旅行套，行不行？旅行套，这个就是你们出门在外旅游的时候很方便，里面有一小支云南白药的牙膏，还有一个这个是个沐浴露，还有一个沐浴露，还有一个养颜清的洗发水，还有一个小支的牙刷，这个那就加起来就多少支牙膏了？多少支牙膏？5支。5支加这个小旅行上就6支嘛。这边那个还有这个。这个不是贵一点吗？这个黑金系列的，这个好一点。黑金系列老贵了，卖40块。这个40块钱一支，这个贵一点是吧？对，这个贵一点。那就多少支了？1支。6支。1支。7支。7支。我们多加点，8支。8支。再加一点吧，有的话。9支。我的妈呀，9支。这个牙膏保质期，我先问一下多久？3年。3年保质期啊？对。10支，那就直接多上点。10支。我的个娘嘞！11支。用得完不？用得完，肯定。家里面人多的话，肯定用得完呀。11支云南白药牙膏。对啊。去超市买多少钱？你一个，我一个，大家都有一个。400块钱了吧？400，10，算1支30好了，10支是300。11支300。360吧。330。啊，11支300。330块钱啊。啊，那个没有牙刷，我在这边有那个牙刷，我拿，搞个牙刷好吧。云南白药的牙刷。哎，后面举牌的去哪里了？不，卢花你不举了是吧？你不举，你哥就来给你豪赌了。啊。来，这一共多少钱了？450块钱左右。对的。那11支牙膏。要不要云南白药？一年是不是不需要再买牙膏了？是的。我的个娘嘞！真的，你去云南白药，你去超市里看一下。平时你敢买这么多吗？你买这么多？对对对，有用过云南白药的，用过云南白药的，我们扣包一好吧？用过云南白药的扣包一。400多块钱。这个你拍回去真的是你一个我一个他一个。就是今天那个。他一个真的是绝了。今天也是那个就是比较好的日子嘛，是吧？然后也是给你超市做一波这个宣传，以后大家都可能会来逛你这个超市，对，是不是？就打一波这个知名度。今天能不能就是便宜一点？你虽然是300-400块钱啊，然后今天也带了这个旅行装，也带了这个牙膏也带了牙刷2支啊。啊，对的，还有那个沐浴露。你说一个价格嘛？那400多今天都不要了，直接给大家破价，破个299吧。299。不姐，我不觉得你不够诚意。不够诚意，我说实话。不够诚意啊。289。289。259。再说。239。再说姐。不能再说了。再说。239。100单。100单。100单是吧？对。239是吧？100单。100单。要不就这样子，那个亮哥你说嘛。啊。少上一点，但是价格还是要少上一点。我们把价格降下来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真的。少上一点，然后大家去，我们要不上个50单拼手速。你真的云南白药像市面上买，确实。我知道199，现在是这么多人抢50单，那不得抢的头破血流。只有50单的。对。50单那个要不。就是一支牙膏按这个算下来30块钱，确实300多块钱的。我们是11支牙膏，再加上这个小的12支，再加3支牙刷。啊，今天要我们就直接这样划下来的话，多少钱一个？多少钱？啊，你先不要算多少钱，你先把价格那个说了，上车了再说好不好？250单，250单就上。
138好吧，138我就50单，好吧？可以可以可以上上，小哥帮忙上一下，可以上上，来，3、2、1，上链接。138合下来划一下牙膏，算一下算一下，亮哥算一下，总共多少件？算一下一句划了多少钱？12条牙膏，对，然后再加这个3个牙刷，就15个嘛，算15个，啊，15个，然后那个15个乘以15个138除以15。9块钱，9块钱带走一口，9块钱买白药的牙膏，你以前敢想吗？过了这个直播间，下一个直播间就没有了。对对，138到手。云南白药啊，对啊，看清了啊。一年的那个牙膏了，确实，而且这个保质期是3年的。我觉得两年了，如果家里人少的话，3年的保质期。因为这个保质期你说的是3年的，对不对？对的，3年保质期啊，就50单，大家拼数数啊。教怎么下单，看一下。教一下怎么下单啊。官旗发货，假一赔四，假一发10000的，不用。假一赔四，好吧，你们可以录屏，怎么下单？看一下，来点击这个购买，然后在这个上方填入自己的姓名、地址和手机号，然后在这里想拍几单拍几单，然后提交订单之后，输入自己的6位数小秘密，在家里就可以坐等收货了。是的，一支是100克的，有100克的，有105克的，都是这种大支装的，不是小支装的。来，确实可以现场拆一个吗，姐？现场拆一个，拆一个。我拆这个符号款的，我看一下。你看一下，你拆符号款，我拆这个来。云南白药啊。你那个是多少克？你看大支装的，超大支装的。我这100克。不挑年龄段的，家里面有小朋友的，包括大人，小到3岁，大到很足，大到99都是可以用的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今天到手直接是十一加这个小的12支牙膏啊，云南白药的。12支牙膏，然后还有加3支牙刷，3支牙刷啊，再加上这个旅行装的沐浴露跟洗发水。是的。啊，所以说每件划下来，真的，一支牙膏，牙膏跟牙刷划下来9块钱啊，划了9块钱一支。你去哪里买云南白药能买到这么便宜的？拍完了，姐。买不到，真的是买不到。又没有了吗？拍完了。没有了就算了，我给你上个别的吧。这个要不别的不能上了吧？再上一点。再上一点吗，姐？不能上吗？不能上。你看吧，直播间便宜，4.5万人都没有抢到。老板娘长得很好看啊，对，这确实。都说老板娘这小哥说的很好，皮肤又好，真的是又细腻。哦，妈妈，长得又漂亮，然后真的好嫩，真的好嫩呀！再上一点，再大口，大气一点，上来3、2、1，上链接。20单。好的啊，20单是吧？行不行啊？那个上面举牌子的，老板娘这么大气，再送个礼盒吧。哎，这说对了，你看这小伙提醒我了，来礼盒给大家。后面举牌子都说你笑一笑。来一个福禄，你看福禄寿喜财的一个礼盒，装我们的福娃罐。完了这个黑金礼盒，装我们的黑金系列，行不行？看，要送一个礼盒是吧？到手这么多啊，到手这么多。对对，因为这个保质期是3年啊，你们不用担心这个牙膏云南白药用不完啊。啊，五福临门。哇，这个好好看。是的，啊，这个一整个套装真的好好看。那个云南送人，我感觉特别的好。我爸经常用，只要他用，一早上三七嘛，一起来洗个脸、刷个牙，都能想到是你。云南三七，你一时都想得到你。你都上云南白药了，你还想三七？不，想我们想这个云南白药是，小哥看一下，云南白药是36.8，36.8，36.8嘛。刚才拿这个云南，我们上一点这个云南三七，这个是贵的最贵的，我们要贵的。黑人是那个20块钱吧？三七贵哦，三七。云南三七是39.9一支，今天我们也给他炸一个，因为我们要三七，云南三七是吧？是的，行行，要云。这个云南三七，这个是药物牙膏，不是一般的牙膏，是有真。确实，咱们都懂的。牙龈只要肿痛的、上火的、有红红的。而且有那个长口腔溃疡的，你用它效果是很好的，一般的牙膏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。1两3七1两斤，说的就是这个牙膏堪比黄金。这个是多少钱？39.9。39.9，明码标价的。一支嘛，相当于。8元一支，2支。80，120。120。160。160。这里还有小的，我们拿过。小的多少钱一支？小的是15块钱吧。15块钱。15块钱加30嘛，160加30，190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要牙膏的话，牙刷也得配上，是不是？哦，你这里这边那个牙刷，牙膏有了，牙刷没有的话，那真的怎么刷牙？牙刷也拿两个好不好？好的，牙刷也拿两个。可以吗，姐？啊，可以的，你说可以。可以，那加起来160。190加两个，算他200块钱吧，对不对？200块钱啊，200块钱，今天这样吧，破价，99上。
99。啊，我不过百，比云南白药还便宜，我牛不牛？牛。啊、因为我对对，因为我爸是喜欢用这个牙膏的。100单。对。这个确实好。这是牙种种的呀，都可以去用它的，非常好的好用。啊，但是姐，嗯，姐，今天让我做个主嘛，前面都是两个你们两个说，我一个都没有插上。对的呀。你用中说一下价格行不行？用中你说，用中。用中你说一下，我可以使用。对，六支牙膏。不是。咸疼，青年。头一次让我做个主，我肯定不会青年看的。我的妈，姐这么害怕疼的人，你要咋看？啊，等一下，是来要好好的按摩，好好的按摩伺候你一下。大家说雍中砍价好不好？这个牙膏就让雍中来砍，好不好？六支牙膏，两个牙刷。好，姐回头回家了，我帮你按按按按肩什么的，按按腿什么的。啊，来，你说吧，多少钱？39.9，直接上链接，好吧？39.9。来，3、2、1，上链接。我都快倒了，我一直三。没事，接着接。来来来，不要这个表情。啊，来，啊，不要这个表情。我这么多啊，39.9，到手4大支，2小支，带俩牙刷。对。一支花了多少钱？花了3-4块。辛苦了。因为我是挑的，你这里黑人是20块钱一支嘛，这个舒适达是31，对不对？然后云南白药刚才卖的是36块钱一支。你这个云南三七是39.9一支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这个就掏钱了。对，我知道这个云南三七要比这个云南白药要贵一点。要贵的啊，因为这个是含那个药物性的牙膏，对不对？确实，它是一个有中什么草药的，1两3斤1两斤，卖的很贵的，堪比黄金的。放到牙膏里面，比如说我们牙齿有肿痛的，牙有上火的，有那个红红的，而且有长口腔溃疡的，用别的牙膏都不管用的，你用云南三七。对，其实姐姐说的没有错，就是我爸爸一直是用这个牙膏，因为我爸喜欢平时喜欢喝点，然后的话其实喜欢我们江西喜欢吃辣椒跟那个上火的东西，他就经常牙龈上什么火、啊那个、然后就是牙肿肿的呀、什么什么的都可以去用。对对，其实这个是真的是贵的牙膏，非常好。然后今天我们价格也打下来了，三七都说了，三七这个东西真的真。大家都应该知道三七的，来，你们来可以看一下，这个上面都写有的，来，三里面含有珍贵的药材三七，你看有助于牙齿和牙龈的健康，长期使用对口腔有保护的作用啊。三七你们可以去查一下的，对对，云南三七口腔真的是很好，来教一下怎么下单吧。好的，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有的不会下单，来，真的，你平时你买一支都在39.9，今天相当于你就掏了一支的价钱，直接带走八卡片上面的购买两个字。然后点击之后，在这个上方填入自己的姓名、地址和手机号，然后再想拍几单拍几单，然后提交订单之后，输入自己的6位数小秘密，就可以在家做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你一只我一只。今天到手是六只，大只是120克，小只是60克的。对，四只大的，对啊，2只小的今天到手，再加两个牙刷，再另外加两个牙刷啊，因为这个家里面人多的可以多拍两单。因为我觉得非常的值，这个保质期多少年来着？保质期3年，3年的保质期，那是生产日期呢？生产日期也是新鲜的，最新鲜的，最新鲜的，最新鲜日期是吧？三年啊，说错了，对，保质期3年啊。牙膏一般都是3年的。这个牙膏呢，确实是我爸一直用的这个牙膏，然后呢，我爸就是牙龈容易红红的。已经红红的肿肿，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上什么火啊？走吧，上个啊，这什么什么的都可以去拍个。有没有人没抢到的？我觉得这个机制真的好划算，我爸在家里都买的牙膏基本上都这个是三四十块钱一支嘛，对不对？今天才39.9，我们带走这么多，我想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个家人都那个，再上一点好吧，再上一点，再上一点，还能上多少单？还能上多少？30单左右，再上30单，最后30单是吧？我们直播间现在是上链接，好，4.9万了，大家抓紧手速，就30单，今天带走那个6支牙膏，再加两支牙刷，三七的云南。什么云南三七？云南三七啊，对，是的，对，刷新一个。嘴巴冒泡了，说话的时候有点不清楚啊，不好。不要介意，我觉得这个才是你可爱之处，就想起那个上次第一次遇见的时候，我们山上都是宝，那个我说你山上怎么都是宝的，你说山上都是那个虫草松茸，山上都是宝，都是宝贝，都是萝卜，都是鸡翅。来，这样吧，我让大家看一下，有的家们或许会觉得，你看为什么你们说是那么多，但是这上面显示是一只啊。其实他是只做了一只的这个样式啊。你们如果说害怕，就是回到家收到不一样的，你们截个图啊。啊。回到家里面39.9到手，对对，这么多，确实。2小时带俩牙刷啊。你们我手里拿着嘛，用着你拿牙刷，我拿牙膏，好吧？你们截一个图，如果收到你老公一个，你老婆一个，真的对，如果收到不是6支牙膏，两支牙刷的话，你们到时候回来找我，好吧？今天确实是这个价格，云南三七啊。
这个价格可以带走三只，不是三只啊，四大只，两大只的牙刷，对，大只都是120克的，小只一只还60克的，对，其实真的是很划算，买一只都在39.9块，今天一只直接带走，一只的价钱带走8样啊，带走8样，带走8样啊，对，带走8样，对，好了，嗯，行，好了，那个还要什么？要洗发水是吧？洗发水我们看一下好吧。都要洗发水。洗发水的话，我刚刚看到了一个，我经常用的一个。你经常用的？对，姐。我经常用的。满墙都是洗发水，给大家。看到的我经常用的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吧，好吧。先看一下价格，这里有。我刚刚看到的。你们说要什么款的？海飞丝是26块钱一瓶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潘婷啊，潘婷是19块钱一小瓶。亮哥，你不要说什么了。你看中是哪个？苏蕾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因为我自己也在用，本身就在用这个。多少钱一瓶？看一下。89块钱一瓶，啊，这个是大瓶的是吧？大瓶的，大瓶的是600毫升，来看一下，600毫升，一斤多的，然后大瓶的，大瓶的600毫升，超市卖89。对，洗发水啊，要给大家讲一下，洗护二合一的，洗护二合一。它是李冰冰、范冰冰，包括关晓彤代言过的国货之光，30年的老牌子了。头发只要干枯、毛躁、打结的，有头油的，有头皮屑的，头发离家出走的，我跟你说，是的，都可以去用它，真的。对，因为我们说一下，就是本身自己的头发比较毛躁。89块9一瓶吧，对不对？一瓶。那你这还是有点贵吧？一瓶如果说89块9的话，今天一瓶给你按59了，另外我再给你59。59再给你加两个小的，两个小的放到你们过年出去旅游的时候可以带来一瓶，非常的好，两瓶啊，这个是59的，是这个是直接你给的，直接我给的，我掏钱。我觉得59如现在这么多的话已经很划算了。今天拍多少单我补贴多少单，59块钱到走一大瓶带两小瓶啊，这个是那个200毫升的，然后那个姐那个不是。就是好比我跟雍中嘛，对不对？那家里人多的怎么办呢？这个小的也不够用，这就得要这个大的。这个小的两瓶，要不大的也拿两瓶，行不行？大的，大的那个这边不是还有吗？这个是个沐浴露，沐浴露是吧？啊，那洗澡也要沐浴露，也整上，更得要了，是不是？沐浴露这个比那个贵10块钱，没事，这个也59块钱啊。那59，那你得加上59，是不是？我说59带走这么多，啥？啊？我跟你说，这个59，这59咋的就59加带走正多？不，你要带走四瓶、啊。那你刚刚说的是这样子的呀、啊，姐？59，那你给你加，给你59块9带走这。那给你加点钱吧，59，要不还是89，我们带走这么多。89，妈就89，我们再拿一瓶，这样89行不行？再拿一瓶这个，楼上一瓶，再拿两瓶洗发水了，现在、啊、再加一瓶这个沐浴露，然后再加个两瓶的那个，小样，你又加上这一瓶，你准备给我加多少钱？就是89吧，就是再加的这最后这一瓶不加钱了啊。你看能上多少单吗？我给你上个50单，多了就不，我们印象中的是100单，结果你给我们上50单，这价格不行，89不行，89肯定不行，100单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刚刚说的是100单，100，现在又50成了50单，真的是。姐，我们那个大气点。那现在相当于姐后退了一步是吧？我们也后退一步，直接59块9上链接可不可以？我们59块9上50单。好的，要不要？59块9这么多，人家我被商量，姐，你那个你真是漂亮，姐姐大气扣在公屏上，我们就上链接。来，叔叔阿姨跟着姐姐们，姐姐大气漂亮，扣在公屏上。3、2、1，上链接，就50单，大家听数数。就50单，带回去这么多。我的娘嘞，他俩这小嘴巴巴的，我一句我都插不上。不，你看，不是啊，我是属于那种啊，不上也不下，七上八下的。上了之后我的心突突乱跳，然后都说在说你大气呢，都说大气漂亮。老娘大气啊！我的个你妈呀！59块钱带走这么多，一瓶花了多少钱？花了11块钱。对，今天是的。今天这个确实，我相当于不到一瓶的价格可以带走这么多。啊，已经上车了，大家拼数数啊，已经上车了。就50单，然后这个是那个潘婷的一个牌子，大家从小应该苏雷那个牌子，我说错了，苏雷那个牌子，然后那个是跟那个范冰冰代言的是吧？范冰冰、李冰冰、关晓彤都代言过。啊，是这个大明星代言的一个牌子，都代言过。然后一瓶，是的，一瓶是600毫升。看咱们姐姐也漂亮，所以说她也是经常用这个的。对，然后再加一瓶沐浴露，再加两瓶小的啊。对，一瓶600毫升，这个大的，小的是200毫升。今天保质期是三年保质期啊，这个你要保证啊。洗护二合一用完它之后，连护发素都不用了，你想一下它有多好，又省时间又省事儿。确实，好的。我们老弟啊，你看如花老他俩，你在估计是相中了，老泡妹呀。那个，你是不是相中如花了？你看人家脸都红了，
天哪，没有，脸都红了，真的红了，我没有骗人，真的红了。紧急提交订单，输入您的六位数小秘密就 OK 了。是的，在家坐等收货。他要真相中让他把如花带走也行，你要不你把如花带走吧，干一干，然后又要跟着脸红了，带走吧，又要跟着脸红了，忘他，你看如花这个帅哥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如花，我再问你，朱如花，再问你一次。哎呀，这个这么帅你都不要？不要，天呀，如花说太丑了，不要。一米八多大个都不要，我的个娘嘞！来这样吧，洗发水啊，真的舒蕾的，我们是官级发货，假一赔四，假一罚10000的，可以跟任何的家里面的超市去做对比，买贵了包退，买到假货了我十倍百倍的。对对对，其实姐姐这个超市这个明码标价的，对不对？明码标价，可以看一下，给大家说说，来看一下直播间的，这个是那个舒蕾的89，然后这边别的牌子的。这个也要50多，对不对？海飞丝的，哎，没有了，45。然后这个小瓶的都要，非常好，亮哥。但是拍完了呀，拍完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上一点嘛。姐姐，不不，直播间的哥，姐姐面子一点点给嘛，你再上一点点。没有了，上如花吧，挂车吧。上如花啊，如花酒行不？如花的有没有要如花的？要不要？有没有要如花？要如花还是要舒蕾洗发水？选一个。嗯，我们一个舒蕾。对对，今天真的，因为太划算了，我大家抢得快也是很正常的。因为你想一下，600毫升一瓶的这个舒蕾，范冰冰代言的这个大牌子的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到手是两瓶600毫升的，一斤两瓶一斤多的，对不对？再加一个这个沐浴露，再加两瓶，才59.9块。真的。那不抢得快才怪啊！你这样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叔叔阿姨没抢到的，我们扣波一哈，再打一波姐姐大气，好吧？我们再。男人拍了5单，不要说老板大气，我拍了5单，跟家人们在抢，总共就上50单，你一个人拍5单，小哥你干嘛嘛？把他踢了。那五单给我踢了，杨某也不能这样偷啊，真的。他也不让他。对对对对，你这样再给上50单，好吧？50单，这次你们都不能抢了。再上50单。那叫直播间50000多人，你们对对对，50单你要跟人家抢。都在说大气，都在说大气，都在说大气，漂亮，都上去，都上去，老板娘了都。又上了50单，大家刷新去嗨啊！现在链接已经弹在下面了，啊，抓紧还没刷新，已经刷新了，已经刷新了是吧？是的，1号链接。刷新去拍，新手作品。对对，真的，我觉得头发麻子什么造什么的，然后就是头发这样子分开了的啊。哎，姐姐用了之后就让它米着这样子了，对。对可以借用一下，可以下单一个。飞叉的头发用来它之后，你的头发是很顺滑。嗯。还有的头发就炸毛。对，炸毛就很严重，恨不得就。我之前真的炸毛是很严重的，现在都好了一点。就是你一定要用舒蕾啊，真的。对，那种一抓一大把头发就手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舒蕾的嘛，大牌子，对不对？不是说什么杂牌子的，啊，是范冰冰代言的，是的，众多明星代言过的啊。对，去超市买这么多，买2大瓶600毫升洗发水，1大瓶600毫升沐浴露，还有2个中样的洗发水，去超市买得300多块钱，今天直接破价破到59块钱，相当于直接地板的价钱了，姐妹们。而且给你们保证正品啊，官级发货，所以不用担心说回到家里好不好用。对对对，不好用的直接给我退。啊，前面我们每个月的销量，一个月的销量是达到1000多万的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不好用，能有这么多人买吗？30年的老牌子了，如果它不好，它能30年屹立不倒吗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李冰冰、范冰冰这些大明星们能代言吗？对对对对，不能砸自己的场子吧？对对，确实啊，这个又没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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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划算了，都不都59.9块，说白了就真的太划算了，感觉是批发价这。啊，批发都批发不到这个价，白菜的价钱。今天买高端的洗发水，你想一下啊，我们是一再说一下机制吧，再说一下一瓶这个沐浴露，一瓶沐浴露，这个沐浴露是600毫升的吧？对，再加一瓶洗发水，两瓶的大瓶也是600毫升一瓶的，两大瓶啊，再加一个小瓶，小瓶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舒蕾我相信大家都听过的，我们打过听过。我小时候上1年级的时候，2年级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开始用这个舒蕾。这个牌子啊，所以说很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啊。香味的话，我们刚才也闻了一下，香味确实很香，很香的，真的很香的。这样吧，没有了，对吧？没有了，咱就撤吧。不不，我讲都讲了这么久了，上洗衣液。不不，讲都讲了这么久了，有没有没抢到的？没抢到的，我们扣波一好吧。清库存嘛，后面清库存，多少单没付款的？10来个人，直接就8P了嘛。这么划算，他要是再不付款的话，那就没辙了。对对对，3、2、1，上链接。清了，59.9块，倒数2瓶，再加1瓶沐浴露，再加2瓶小的啊。对，直接1瓶的话都1斤多了，600毫升的。确实，全部都是这种大众大样的啊！回到家里面，我跟你说，半年不需要再去买洗发水了，真的是很好用，超级超级好用啊！啊，今天是给到大家省钱的，你去超市买得300多，今天直接59。
59，平时你连一瓶你都买不到，买不到，你看你看，对，你们标价一瓶都卖到89块钱，59块钱，今天带走5样，一瓶划了11块钱，而且是那个苏雷的大牌子，都是刚才说的范冰冰是代言过啊。保质期是3年的啊，3年，新日期给他发过，新日期发过，好了，来走吧，上个走走走，这个单下面还有一点货库存，大家去抢好吧。然后，大家都说要洗衣液是吧？一直在扣要洗衣液，那洗衣液有哪几个比较品牌比较好的？蓝月亮，我是听过的，要不要蓝月亮？大家不要，不，立白，我最心爱的立白是吧？我最心爱的立白，就要蓝月亮吧，好吧。不要紧，我要立白。你要立白，立白一定要立白吗？立白太贵了，我一定要立白。我现在都在用这个立白，真的很。这个为什么好呢？这个是衣服都就是很容易，就是很香是吧？不是，衣服洗完了之后是身上会留着那种淡香的味道，香香的味道，香香的，不是那种很夸张。哦，这个叫绿白香氛大师。大师，然后就是你基本上用这个洗的衣服都不用，没有出门都不用那个喷香水什么的。我给你上蓝月亮，蓝月亮也好。蓝月亮也好，但是不是结果？大家要蓝月亮还是要绿白？蓝月亮，打在公屏上。加蓝月亮吧，行不行？来，加这个蓝月亮，我也要这个。蓝月亮，你看有人要蓝月亮来。哦，没有，蓝月亮。蓝月亮再。蓝月亮是吧？要绿白就打绿白，蓝月亮就打蓝月亮，好吧？这个洗衣液，我们看一下上什么。雍中，你是背的跟这个立白杠上了是吧？我跟你讲啊，不，只要你雍中，你听姐跟你讲，只要你不扎立白香氛大师，蓝月亮姐让你随便开价。你这是你为什么不让扎立白呢？对，因为我那太贵了，库存也不多，我这卖的太好了。有多少吗？给我上，只有几十单。那我要，你先别要它吧。啊，蓝，要不先上一波蓝月亮，蓝月亮有库存是吧？那这个上来肯定要上我那个。蓝月亮库存多，蓝月亮一瓶卖49的，一瓶是2000个四斤装。我上次在那个在哪？在那个超市里我买过这个蓝月亮。两瓶加起来是多少了？三瓶是150块钱。对对对。三瓶50块钱。哎，这里还有小袋是吧？一袋9.9，2袋20，来，2袋，170，再加一个180，来190。来200块钱啊，都给他拿上来了是吧？对，我这样的，一共到手这么多是17斤了，17斤200块钱，今天直接17斤。雍中你说了算，你说多少钱就扎多少钱，随便扎，只要你答应姐，扎完他之后不再扎立白香氛大师，那就不要。扎完这个我还要扎那个立白香氛大师。不不，给这些，你不是库存不多，今天我们就都给我们粉丝了。不要，我真的要。不不，你现在就不要卖这个立白了。我现在还在用。你看你超市里现在都没有多少人，是不是？我想把自己用过的，主要是我想把自己用过的觉得好的东西想分享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。我们直接上车吧，你说一个价格，我们99上。99是吧？来，3、2、1，上链接。这加起来是一桶是多少斤？4斤。一桶4斤。8斤，12斤，这个是一袋一斤是吧？一袋一斤，17斤，17斤，这个蓝月亮只要99，平时超市去买，我上次买了一瓶小的是哪种？是这样子，小的卖到35一桶。啊，这个小的，大的一桶划到30。我上次买了一桶小的，我也是花了35块钱，因为这个蓝月亮确实有点贵，真的贵 啊。然后今天我们这个直接搞大的。我特别的，对，这个就只给大家说，保证正品，关起发货。像儿子跟爸爸的区别啊，是的，对对对，儿子跟他爸爸。啊，爸爸，这里，原来是这个样，我要这个。月亮非常好，我们还是要立白呀。对啊，姐，我还是要这个，真的，对，还是非常好用的。雍中是一直坚持要立白。有个家人说立白洗衣液，白色的衣服也用它的话，非常容易洗的，都说要立白，都说要立白。我要立白，让芦花砍一下价，芦花，要不你来砍一下价，你行不行？啊，就是这个价格是多少，姐？姐，你看芦花站在这么，也挺可怜的，在后面举牌子。那这样吧，不让雍中允许才行，雍中允许才能让芦花砍价。看雍中，你说让他砍价不？让他砍你最爱的立白香氛大师。那你砍一个吧。芦花来砍价。我这是立白香氛大师哦，不是说我真的，本来我不想扎这个，但是我觉得，但是我觉得雍中真的很喜欢他，说明雍中是一个。就是，哎呀，对事情就是，对对，很执着，很执着，就一定要这个啊，就一定要这个。我是比较专业的人，比较专一的，对吧？啊，不管对爱情还是对什么，都是比较专一的。是的。那这样吧，既然雍中要炸，我就给你多多少少炸一点，但是不能炸太便宜了。啊。你要去哪里？不是你炸吗？立白的香氛大师一瓶在超市卖到不要吵，不要吵。39.9一瓶，一瓶是1000个，两个，两个。哦，三瓶，要洗一下这个衣服是吧？刚好有一件脏衣服，他拿洗衣液，你拿毛巾，这个也这个太脏了嘛，你别拿，真的，别翻车了，不要拿这个洗，都放好几天了，老板娘再不洗，你觉得你说这是衣服还是抹布呀？我觉得是抹布吧，掉油锅里了吧？不要洗了，不要洗，太脏了，太脏了，要洗。
我对那个立白有信心，要洗的，想要洗不干净。立白啊，洗不干净的话，要让人家翻车。不会洗不干净，这肯定会洗干净。这样吧，我知道翻车了，直播间有多少人，直接人手一单，来，好。这样吧，来个狠的吧，啊，洗一下，我都不倒多的，你看我都倒那么一丢，你看老半天出不来，一滴，哦，就一点点，能不能洗干净？我来个狠的，虽然我知道他会洗干净，但是姐，我就这么倒的有点少吧？为什么他这个容易这么少能洗干净？普通洗衣液那不得倒多一点？他这是浓缩型的，超级浓缩型。哦，这个是浓缩型的洗衣液是吧？翻车怎么办？翻车直播间有多少人？老板娘，姐，先不要管他了，让那小哥洗吧，要不然我们先洗一下。如花，洗不洗？如花，让他我看一下，你会不会干家务活嘛？你不是一直在那个？你嫁一个女孩子，你让她洗干嘛？嫁给她嘛？等一下，姐，我先把我们我嫁给她，嫁给我，我嫁给她，让她我洗。你先，那你先别嫁吧。对啊，不，你要嫁给我的话，你不要洗。四瓶啊，不要洗。四瓶多少钱了？四是160，160这一袋是20，180。现在就洗好了。再加，还没有洗完呢。240块钱。啊，240干。另外加三瓶那个新内衣的，是新内衣内裤的，一瓶10块，240再加30是270，再加两个肥皂，270再加两个290块钱，290块钱，今天直接给大家破个价好不好？啊，不要砍大狠，我也上不了多少。